選戰過程當中，堂堂因為嗰個約道僭建嘅嘢咧，搞到裏邊嗰個民望大跌。佢阿梁振英喺呢個方面咧，都唔識得翻嚟屋企去及到。哎呀，嗰個玻璃棚都係僭建喎，咁就變咗政治警覺性嘅問題。所以就唔單止一個專業作為一個測量師，佢個專業判斷嘅問題啊，加埋一個政治警覺性問題，就唔可以即係唔會從人哋嘅失敗啊、挫折、錯誤當中去為自己去敲起警鐘。